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请放掌啊。我们上一堂课呢，那跟大家呢，就提到这个愚痴众生哈，这因缘观最后要做一个结束的部分呢，他总结啊，提到了说《杂毗达论》呢，那么亦有提到所谓的啊这个破即我的邪见呢，他是用种种的戒观来看，那这个是解释中的再解释啊，也就是说，这个摩润大师呢，他是这么样，他带一下，他说，用戒观，这个戒观来理解呢，破我执呢，其实它就是所谓的二世十二因缘，那它还是锁定十二因缘观，啊、哦，可以这么说啦，四圣谛是阿罗汉所修，那把四圣谛打开来，逆向顺向逆向合起来也是四圣谛啊，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更细致的观察生命的样态，那么这就是毕之佛所观的，那么就是因缘观。那这里头你一定会觉得奇怪，那那愚痴众生，那为什么他不讲成？那如果是一样的话，为什么不讲成四圣谛观，要讲成因缘观？原因是这样，因为四圣谛观呢是一个静态的生命的样板样式，苦集。然后修道，知苦然后呢断集修道正灭，这苦集道灭，它顺序是这样啊，因为苦而知道离观察苦的原因，那因为观察苦的原因，那我就去继续修道，修道了之后呢，我去正灭即灭之相，注意哦，他已经是知道苦了。他知道苦了，然后呢，也知道苦的原因了，是这样。那愚痴众生呢？他什么叫做愚痴？都不知死我啊，就不知死我啊，他连苦的下手都难下手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好了，他愚痴，他知道苦，但是他蒙蔽在苦的因缘里头，所以他把苦的原因呢、拉开来看，所以苦集灭道没办法一下就苦集，没办法，集就是苦因呢。苦，然后就集，然后呢才要修道，然后接着人家。他就去讲修道了，然后就正灭，正这个灭，这对他来讲，他愚痴了，他哪知道苦长什么样？他苦中不知苦啊，是这样子。那我们常常做一个比喻啊，什么样比喻呢？你说，比如这个，当然我们不批评人了、也不是，你也不要对号入座了。例如今天，好多人跟我讲，对不起啊，这个你如果这样讲了没关系了啊，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是什么节日啊？是谁啊？知不知道啊？那个弟弟，小沙弥不知道。哇，屈原，啊，不是这个屈，嗯，啊，出，这个，啊，太久没写了啊，屈原，是屈原这一位在什么时代？这个楚什么南边的楚国嘛，对不对？好，那个是什么？战国时代嘛，战国时代那楚国嘛，啊，他是跳汨罗江，他是为什么呢？他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怎样，一方面嘛，上书中央，哈，劝谏国家；二方面嘛，被1450霸凌，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啊，那这上书不成啊，又被呢这个什么呢？又被当权者呢动用什么网军，把他全部到处侮辱他、霸凌他。阿姨想想来讲啊，实在是没意思，对不对？人生无趣，他就走到汨罗江旁边，旁边刚好有他的过去的冤亲债主，就跟他讲：跳下来，跳下来，他就跳下去了，对吧？跳下去，他是以死谏国家呢，是这样子，这是很悲戚的事情啊。那后来怎么样？大家就害怕那个啊，他为国而死，所以呢，这舆论就一片哗然，那开始怎么样为他平反？那就是现在今天就像今天这样，对不对？人都死了，都去自焚了，死了，然后来为他讲话，想想也得帮干嘛？发起捐款，这个养育他家的儿女或者是亲人，那么呢，对他的尸骨呢，就希望鱼不要去吃他，这想法很阿 Q 啊，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不吃他也很麻烦呢、啊？是不是？然后整尊浮起来，不吓死人吗？所以最好去吃一吃比较好才对了。但是他就说啊，意义上是这样，他就把什么粽子往下丢啊，说给鱼吃的。问题是，你给鱼吃，你干嘛包成粽子呢？你就直接撒下去就好了。所以这个故事本身当然也有一点问题了。你知道，那华人哦，很爱编这些历史故事啊，编久了，说久了就当真。为什么呢？它里头存在了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就宁可相信啊，这个啊，这有道理了，就不要去细的去探寻它了。是这样，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讲。那鱼，这个什么呢？很大口嘛。再来呢，那个饭呢，如果这样散在地面、散在水面上，大鱼吃不到，所以要让它沉到水里，所以它绑成一坨丢下去啊。这个好像也对啦。好，没关系。总而言之，就这么这个故事。但是呢，你知道这个故事的版本好多个，其实它版本好多个，古来好多。但是呢，教科书至少台湾的教科书教的是我刚刚讲的那种。这是我小学的时候学来的。喂，你现在没有这种课了？哎呦，现在没有这种课了呢。小五没有这种课了？你没有在睡觉吧？没有 ，OK。所以你看，在教育在进行世代割裂。我跟你讲啊，教育部不能是国家的，真的，它会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打手，教育是教育我们的儿女，他应该是开放给民间，然后组成教育委员会来说我的小孩要怎么教，应该是要这样才对的，哦，这在美国也都是这样，在西方国家很多都是这样，那不能他一个人说了算，这很可怕，哦，是这样。好了，那不提了。那总而言之，你看现在的教育小同学他就不学这个了，哦，那没关系啦，这个，所以现在每到选举的时候，在餐桌上面，这个三代不能同堂，就会吵起来，你懂吗？某一代的是都这个想法，某一代的那个想法，这就是在割裂。那到底哪个才要对？这应该是讨论，这应该是世代之间要讨论，哦，但是不行，所以呢。有人在今天说，这个，祝师傅
端午节，对不起啊，你不要对号入座啊。但是真的，端午节快乐，我实在想想也快乐不起来。怎么快乐？现在疫情这样也快乐不起来啊，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怎么快乐法呢？啊，好的，但是不快乐不是因为疫情啦，那疫情是一时的。我是觉得说，想想，哎，他这样跳江，然后你在快乐，你在纪念他，然后你说你在快乐，这看起来也好像不太对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哦啊，所以有时候不是遇到假期就快乐，你懂吗？懂意思吗？一定要记得清明节要不要喊快乐？清明节，情人节喊快乐，但是呢，关系搞差了，天天就清明节，这个不一定快乐，是不是啊？关系好，天天情人节啊，夫妻关系好，天天情人节；关系不好，天天清明节。然后呢？如果那个这个老公被老婆打，那么、老公可能那天就是端午节要去跳江。总而言之啦，哦，这个人类就是这样子，大众之间呢，它是一个模糊意识。还有啊，还有这说一说，是不是我让对岸大陆有点改变，我也不知道啊。但这个改变也不是我本来要这样想的。在三五年前哦，其实也是我们习近平同志还在做总理的时候了哈，做那个主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会在那个微信当中我写一些事情，写什么呢？我就说哎，什么。就佛教徒在写圣诞节快乐呢？啊，对不起啊，我没有对基督徒有偏见，我不是意思哈。我的弟弟告诉我说，人家那个很正规的基督徒也不是在那一天过什么圣诞节的，而且圣诞节也不应该狂欢，更不应该随便去跟人家上床的。他就这样跟我讲，他说很多很多都等到圣诞节。然后男女朋友去上床，然后呢去狂欢。他说不是啊，人家我们圣诞应该要去思维上帝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什么啊，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什么，那是一个很严肃的节日啊，怎么可以跟狂欢呢？我说对对对对对，但这也就罢了，人家好歹也是他们的圣诞，佛教徒也一天到晚跟人家讲圣诞。还在什么传那个圣诞节快乐那个图有没有？噔噔哒噔噔当噔噔当当当，在那个是这样，我就巴拉巴拉，我就写，我说我们的圣诞是四月初八，好不好？你不要过农历的四月初八，好歹你过国历的四月初八，总可以吧？全世界华人都一样，还再不行的话，过那个泰国南传的五月初五。好歹你这样嘛，这才是我们的圣啊！巴拉巴拉巴拉，我在写，哦，很多人帮我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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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到现在，大陆现在不准过圣诞节，这不是我的用意，你懂吗？但是呢，他可能有另外考虑啊，认为那是西方文化，这点当然还也可以再谈了，那其实是商人文化了。其实那也不一定是西方，西方人信人家真正信基督教的天主教，人家觉得也很诡异。不过当然了，终究是他们的圣人了，他们的圣了，是这样。那我觉得我很同意啊，你讲你的圣都 OK， 但是阿 Q 佛教徒你也在跟人家讲圣诞，就是然后呢，我这样讲，居然也有人有话讲啊，没有啊，人家他也是菩萨。后来菩萨，你去查那个什么。那个禅门日诵，看他生日是不是那天，看看有没有一个菩萨叫做耶稣菩萨。你打嘛，你菩萨，多在路边那个街友，你嘛是叫菩萨。那是华人文化，华人里头这种稀里糊涂的这种不能够鉴别的这种文化，哎呀，就完全。从民国以来，人家是文人都一直骂，叫做“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就好啦，遮遮掩掩啊，都差不多啊，啊，拢圣人呐、啊，剩下的圣，你这实在是哦啊，这叫华人，这就是这个糊涂蛋，你懂吗？你以为这样子人家高兴啊？人家觉得你阿 Q 啊，
我当时就写了这些，我那就有那种傻蛋网友，就是写那个，我就跟他，我没有生气啦，他也不是故意挑衅啦，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并不是说他是不是圣人的问题，这是要分清楚啊，要讲圣人皆上都是啊，我见一切人都是菩萨，我有一人十世凡夫，那你要叫不完啦，是吧？你也到监狱里去叫每一个杀人犯都叫菩萨呀，对不对？他做坏事让你警觉，可不可以啊？你要扩张成这样的话，那菩萨就照祖师这种说法，那不就你什么你就不能够分辨什么呢？这个佛法跟其他宗教了吗？在这个地方上，你得要分别一下很好了。我也把这话传给我们那个我们的理事长净耀长老，净耀长老是很有行动力的，他就跟我讲，法华法师，你讲有道理。然后说怎样？我现在联合全世界，哦，他随便做都是全世界，联合全世界啊！现在要推动那个国际佛诞节。我在想，台湾佛诞节都莫名其妙被那个内政部，国民党时代的内政部长，没事儿他把你砍掉。他说：“哎，这个叫宗教平等。”还讨个派系？那个什么叫宗教平等？那叫做文化节日。那个已经不再是宗教，儒释道大家谁不知道佛教在华人文化里那么样的强盛了，那就是一个文化节日嘛，他把你讲成宗教然后砍掉。哎呦呀，实在当年啊，明光法师啊，昭慧法师啊，好几位法师，还有星云大师啊，都去推动呢，好不容易成立了，而且还是挂在什么母亲节下面，好卑微哦，挂在母亲节下面呢。那比马来西亚，现在英叔两只眼睛瞪着我看，对，马来西亚人家都有个独立的佛诞节，闹亏戏。马来西亚有啊，对不对？英叔对不对？人家还独立耶，因为他们是国，他们有国教嘛，三大种族都会有，人家还承认你三大种族，虽然华人越来越少了。华人都不生了，啊，人家那个马来族人，滴滴声，滴滴声，啊你，疫情刚好差不多，一下抹平就对了，嗯，是这样子啊，是吧？人家好歹还给你个独立的佛诞节，你看，啊，人家也不是说什么样，就是这个文化嘛，嗯，把给吧，哦，一列哦，自己对号入座是谁？我真的对你有意见。真的，搞不好后来国民党选总统老是选不上，搞不好也是这个原因。你没事，你把佛诞节就挂在那里好好的，你把它 K 掉干什么呢？是不是啊？好，那这个呢就不太恰当。哦，我没有政党偏好啊，不要又来了，不要又来台湾这种敏感神经。我只是说，哎，佛菩萨嘞吼，你上好吼，唔当乌白片，还有佛法神呢。有护法神的，啊，护法神跟比我有的比我脾气还大啊！我告诉你哦，不然他做不了护法神哦，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我偶尔还会装温柔一点，护法神才不跟你来这一道，哎，他有神力，他才能做护法神。所以说呢，这就是要善于分清，这种善于分清呢。这是佛弟子对待生命、对待社会、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世间的是非该有的态度。你不能喝稀泥，慈悲，慈悲不是糊涂哦。现在慈悲等同糊涂，无争等同于没是非，忍辱等同于阿 Q， 没胆量。没有正义感等同于鸵鸟，鸵鸟你知道吧？鸵鸟它遇到敌人了哈，它就把头伸进洞里，啊，整个身体好大，露在外面，说没看好了了，没看好了了，是这样。这什么嘛？不能分辨是非，他把你当作忍辱。很多佛教都是这个样子，不要再这样了，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不辨是非、不明理，
没有勇气，懦夫，而且不关乎大众，整天在唱众生无边誓愿度，阿罗门关起来不愿意度别人，也不关心社会，你不关心人家，人家就不关心你，关给你气候，你这一定的嘛，这是 地球就是平衡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哎，你别忘了呢，三门外的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欸，只是我们实在是累劫以来都忘记了，所以难免会对立。但是对立归对立啊，你静下心来想啊，那就是父母，没办法。两岸也是，全世界都是，你不要那么恨，可是很可怕、啊，很可怕啊！还有那佛教徒啊，每次讲到政治，讲到什么，他就去他自己不说哦，他打擦边球，他就引别人骂三宝的话，那为了政治在骂三宝的话，然后呢引给别人看，他以为这样他没说，他忘记了这就是水洗功德，就是水洗人家毁谤三宝，对啊，像这些都是拿了政治忘了自己的宗教中庸这种态度，积极的变成这样。啊，消极的变成龟缩，没是非，这样子就不能善于分辨，这样叫做知苦吗？不知苦啊，他哪里知苦？不能善于分辨这些事情，他就不知道苦。何以故？因为他偏向于情绪啊，这就是大部分的凡夫是这样。而一个佛教徒，你都已经听经闻法，你还变这样，你怎么会知苦呢？所以你要知道，愚痴众生哦，你不用细腻的因缘观去解析它，没法懂，没办法，懂吗？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愚痴？有人在网络上问我说：“啊，因缘观这还要分十二条嘛，十二个因缘嘛，而且还分三四二四一念十二因缘，甚至于还有这个无量。”结的十二因缘啊，这反而复杂呀。为什么要用愚痴众生特别要用因缘观，不用四圣谛观？我就跟他这样子，我简单讲了，我说我上课会再仔细说了，就是在讲这个。哦，问得很好啊，问得很好，但就是这个意思。就我敢讲啊，因为在他想法，哎，四圣谛是更低阶的阿罗汉在修的啊。哎，那不是应该要让？讲低阶不好意思了，就是说在智慧上面来说，阿罗汉最 stable 嘛，最低嘛，啊，他就在修四圣谛。哎，为什么你讲愚痴众生的时候，这不讲四圣谛观，要讲因缘观啊？你要知道，越不清楚的时候，你就要越解析的多。这本来就这样嘛，你看。同学解不了数学题啊，老师就要慢慢解，慢慢讲，慢慢讲，一步一步的讲啊。他很清楚，我就跳了讲，就这样。我高中时代啊，就我的导师啊，就是二年级的时候，导师就是师大硕士的数学老师，他每次上课就这样，哎，这个啊原理就这样子啊，基本上是这样想的啊。那结论大家看到了啊，好，下一堂下课就这样。啊，下面的东西屌，都在骂，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同学都习惯于老师一步一步的讲。哦，我就我最爽。我说啊，这有挑战，说得好啊，说得好，这有挑战，所以我会自己去推论。数学一定要熟悉推论，知道原理，熟悉推论。所以同学对他很不愉快啊，也因为很不愉快，所以天天翘课，常翘课，是这样啊。翘到后来，我们班呢是。一个年级大概有十六七个班，三个年级，我当年我们是属牛，五后土零，也不是最多的，但我们那个时候的人还算多，十五六七班哦，师大附中，台北师大附中这样，不是彰化的啊，台北师大，然后这么多啊，结果呢都翘课啦怎么样？结果我们班呢，荣任全校哦，注意全校全校。全校秩序最后一名，连续三周，结果就留下了永远耻辱，秩序什么什么
什么最怎么样，还是最差，还是哎、欸，他用这种方法哎、欸，当年教育是这样子、欸，他就叫挂一个牌子挂在你后面呢、欸，秩序最差，连续三周全校，哎、欸，这怎么全校怎么评分呢、啊？他就同样一组人，那组老师去打分，那下周再另外一组人再打分，又是最差，在另外一组下一周再去打分最差，然后就挂在那了。我不晓得现在的学弟你们还有没有这个，我猜应该没有了。好了，那就秩序最差也就罢了。当然要怎么样？当然要再接再厉了。所以呢，连续三周整洁最差啊，就是笨手黑白蛋都没人管，这样结果又挂了一个整洁最差，全校哎、欸，连续三周。然后呢？我们那班的那个班导师就教那个的哈，教数学的，他都不知道，会蒙在鼓子里。哪个同学会去跟他讲这件事？当然不会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只是而且他来的时候，他好像也不太在意有挂什么东西，因为挂了一堆，他没太在意。但是呢，我们的科任老师受不了了，为什么？常常科任老师去上课哈。呀、啊，这同学转身去写黑板，噔噔一转过来，一二三木头人就走掉两个，然后又转过来，噔噔又走掉三个，这样后来呢就变成全班只走了一半，另外一半呢是负责留在那里的。后来连科任老师跑去跟我们的那个班导师讲说：“哎、欸，我要申请哦，不教你们那一班。”哇，老师可以搞成这个样呢！啊，我那个老师才吓到了，然后才来骂人，就进来骂，然后就后来就我当班长的原因，就是我那一段讲，就原因是这样。哎，我在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老学生他对待老师的态度，我们今天整个教育体制当中啊，当然不能够说，老师就是什么尊师重道。就决定义啦哈，当然不一定，有的老师怎么样，头脑有问题，有的老师呢情绪管理有问题，有的老师呢教学诚意有问题，有的老师呢教学技巧有问题，这些当然都会影响下一代，啊，这就是影响下一代的态度。可是另外一个情形是怎样？另外一个情形是学生他自己的学习态度不一定对，不一定跟老师的教学态度 match。比如老师想要用比较合理的启发性的教育，我的经验中，我们那个时代的同学都说这个是坏老师，那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以前我在佛学院，我常跟那个也在带学生的比丘啊老师讲，我说其实哈、哦、佛门当中，我说老师啦哈，师父也就别提了。师父比较密切了，老师啊，在佛学当老师的本来就是会给学生说东说西的啊，所以他才叫学生，你才叫老师，你在要求他啊，他有习气，他当过反过来会说你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他可以一百个理由说你老师，你老师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去说他什么，因为他就叫学生，你去说他你就跟他一样，但是呢你就真心诚意的你去教他，那他今天情绪巴拉巴拉讲，他总是记得他讲过什么话，事过境迁，他面对了其他，他毕业了，面对其他因缘，如果你是真心教他，你无非教他正见，教他忍辱，教他善辨是非，教他修行，教他面对贪嗔痴财色名食睡要超越，你无非教他这个嘛。佛门还教他什么？教他跳舞？当然不是。教他放逸当然不是，你一定是教他这个嘛。那哪一天他出去了，他总是会面对，面对的时候他就知道了，知道了你也不用说什么。他要是道人，他就保有良知，他就会分辨，他总有一天他知道当年老师说的是什么，那就这样就好了。做老师的就求这个而已，你要真有求就求这个，没求别的，那都是十年二十年后的事。我都这样讲，
那事实证明，我自己也是这样努力，我事实证明也是这样。虽然他们不一定会帮助我什么，我在做宗教基本法，他们都知道。我头头尾尾七八十个学生啊，头头尾尾啊，有的死掉，有的还俗，就不提了。是还有这些啊，或者我教过，不一定在我手上毕业，他们都会知道。那所以呢，愚痴众生，你要知道为什么愚痴众生要细说？因为他就是他刚开始他接受你的教育，他会反弹呐、啊，所以你没办法。所以说那个问话的。这个你是师父，我知道，要记得哦。他说他读佛学院的时候，他就有这个问题了，老师没给他解答清楚。我说今天我给你解答了很清楚，是这个原因。哦，你也在佛学院当中，你要知道，哦，你现在也在当老师了，你也要知道。好、哦，所以愚痴众生哦，不是我们讨厌的对象，其实我们自己就愚痴，只是大愚痴、小愚痴、中愚痴这样子而已。那少分愚痴的教多一点愚痴的，先行者是教后来者，要忍辱，要耐性，要细腻的解析。什么叫细腻解析呢？十二因缘的顺说就是什么苦集，逆说就是道灭。你看看。他还要顺说逆说，刚好二十四个，顺十二，逆十二，二十四个合起来才对应你四圣地的四。哦，你看看，四扩张成二十四，无明灭则行灭。当他你告诉他说你的苦，啊、哦，是从无明来，他哦啊怎么来？他有三类迷惑，第一类迷惑。他对于生命本身迷，生命的存在样态迷惑，你就要跟他讲二四十二因缘。为什么？他对生命的存在是无知的，他认为因我啊，我生来就是安呢，我就这样啊，我天生要不就是啊，不是科学家说的吗？我猴子变来的，知道啊？西方还有美国好几个州还在吵这个问题。很多宗教徒，特别是，基督教的这一类的信徒，回教完全不接受，近乎完全不接受。这会人就上帝按照他方式造的，你怎么猴子变来的呢？阿姆的上帝是猴子，凯撒啊呢？你听懂吗？是这样，当然不可以。我个人同意，我个人同意他们的质疑。是，你要知道。那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学术界其实只能定义为猜想，或者叫做一种推论理论，他目前没办法做真正做证明的，是这样子。当然了，局部的进化或局部的细胞演变受到环境影响，这种造成的演变，这点我觉得这个不能证明为人类往前推就是猴子或者猿人这样演变过来的，不尽然可以这样做。哦，这个有很多反对的科学家的论述，但我们另外再说了啊、哦。但是局部当中的演变，就好像说我把你做出来了，你的业已经是这样，你终究随着你自己的过去业跟现在业还有共业呢，你会继续在受到这个环境影响。这一部分，你说它叫进化的，不如说它受业环境的影响。科学家讲叫做环境影响，佛教讲叫做业的影响。环境是你心的投影啊，是总而言之，心是业力所成呢、啊，是业所成呢、啊。人你就自认为是人，人的生活，人的样貌；狗就是用狗的生活样貌。狗看到主人啊，看到它的饮食来了，它就一直猛摇尾巴。那他表现他的欢喜，那这是狗的狗生的价值。那人有人生的价值，他会找寻他的价值，那都是他的业力所成。那他会互相影响，这是对的，这是对的。
啊。那你说佛教，佛教因为它本来就说从光阴天来啊，它还真的是有点像是说从天使的身份来，有点像，因为光阴天可是二禅天呢、啊，很强悍，二禅天，理想，二禅，啊。那你问问我们老尼师啊，他自己都嘛说，他跟佛母过去在天上怎样怎样，那是他说的，哎，也是天呢、啊，是不是？也是天呢、啊。然后我认识人很多居士，他说他以前在天上什么被折放到人间，哎，这不是故事，他真的是这样讲。他还有小宿命通，他说啊，那个谁谁谁以前也在天上，啊，当然那是他说的啦。总而言之。在环境当中受影响有，但你要说它的根本是这样变过来的，那是有问题。好了，那人类搞不清楚，有一种人是他对于生命的样存在他不清楚，啊，因此他对自我他就会认知为实有啊。这个时候我要用二四十二因缘，他对于人间的长跟断，他把它认为生命是断见或生命是常见的，他有这种愚痴的，我要用三四十二因缘。哎，这个不是四圣谛就可以这么简单，因为四圣谛只是从苦，你只要知道苦，你就会修道。这修道直接就破什么？破无明。你的所谓愚痴，只单纯的就对苦的知跟不知，你也不想知道太多。你也没有其他的疑惑来支撑你的造恶，你只是你现在已经知道我苦得要命，这样而已。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众生不是这样，有些众生他还不知道苦，但他对生命有种种的思考，而思考通通是错的，这个叫做愚痴众生，他是对治这一类人。如果有一类人是这样，他对于苦，他对于这个人生怎么来啊，他第一他也没怎么在意，第二他也不会因为弄错而去做什么错误决定，因此他不会去思考人生有长有断，人生是断，人生是长，生命是我不我，他不会去思考这个，他从头到尾就感觉一件事啊、哦，我有够苦，谁来救我，我苦得要死啊、哦，我好苦我好苦，他整天讲这个，你听懂吗？他有没有愚痴呢？其实他有愚痴，可是不显现出来。他对生命到底怎么来的，他也是不知道。可是对不起，他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考虑那个，他最重要的是讲，我今嘛的苦咖啡系呀，苦到怎么样？苦到快跳楼了。我现在要解决的不是什么人生，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卖高啊公呀，不要跟我讲那个。现在我就是苦闷。我阿爸死，我阿娘死，我女朋友跟人走，我要来弄饼，我只考虑这个。请问这种人，你跟他讲十二因缘有效吗？不要讲有效了，当然都有效了，气不气机了？气不气机了？这个就不定义为愚痴众生，他定义为已经知苦了，你懂吗？你懂吗？正是你直接下手的地方了。啊，你就怎样扣？你怎样扣完你们？来，好，你看一下，有的，你看当年那个莲花社比丘尼，她生了个女儿，跟她以前的老公乱伦，又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后来又变她的老公，阴刀到底是什么情形？他们家到底是怎样？完全整个一整个乱掉。他遇到了目犍连尊者，目犍连远远的看他，就跟他讲：“你很苦哦。”他说、哦：“我苦死了。”他直接跟他讲过去因缘，他马上就举手说：“我要出家。”完全不用等，也不用演练，直接剃头，袈裟着身。你看，你有没有需要说十二因缘？不需要，因为一知道苦之后。他就知道急是什么，因为目犍连有神通嘛，就跟他讲，你过去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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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今天会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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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那怎么办？修道啊，这就是急啊，苦因啊，你就断苦因就没事了，马上就出家了。有没有需要解析十二因缘？不需要，所以记得十二因缘的下，不，那个
四圣谛的下手处是已经知道苦众生，或有缘知道的苦的众生。其实他当他知道苦，什么人生细节啦，怎么生怎么死的啦，那些暂缓，那些都是极因，他都可以慢慢知道。他最知道苦，他就可以入手苦集，就理解集的道理，再来了解十二因缘，或直接跟他了解说，这个我执。断常不可得，直接善知识跟他讲，因为他要断苦，他不会在哲学、生命哲学的因缘当中跟你多讨论。他对于这个人生怎么来呢？他没那么多兴趣，但他兴趣的是什么？赶快断苦。阿罗汉就是这样，所以阿罗汉他的目标就是想断苦。对于整个生命的大因缘缘起相，他其实还有不知的，这叫做不染污无明。是这样，所以他对待众生，他想要去度哪一天，他想要度众生。如果阿罗汉有不定性罗汉，他有时候想要去度众生，他看到众生那个样子啊，算了，度下去，就不想度了。你看，照说这是一个哲学关系啊，一切众生都是我父母啊，他现在在受苦，就曾经像我受苦一样啊，我离苦了，我干嘛不度他啊？就是没办法。因为他无知啊，他不晓得怎么办呢、啊。他当然也知道众生过去业力所使然，他也是我互为父母，但我只能修给他看，我不会留在人间累劫的去陪伴他。行菩萨道就得这样，很辛苦，没有错，但值得，值得。那罗汉是佛的化境。是给他一个安稳处，因为他就太感觉苦了，所以人生的很多因缘相啊，哎呀，我不用知那么多，我只要告诉我断苦就好。所以为什么罗汉的智慧最终修证罗汉呢，还没有必知佛高，原因在这里，他的缘起理解不够圆满嘛，是这样而已啊，这样听懂吗？所以别说修行应该学。不学罗汉学声闻，学缘觉了，应该学菩萨学佛，更究竟，那是更究竟的究竟缘起法，叫做三谛圆融的缘起法，叫三谛。三谛说空，就是阿罗汉所说的小空、真空，到大乘来是毕竟空，说空一切空，说有一切有，说中一切中。这个还在空中哦，还是空见哦，空性见哦，但他的空性见更加究竟，就这样而已，就差这么一个。这就是《金刚经》讲的，一切贤圣皆依无为法而有差别。空见是无为法，无为法的理解深跟浅而有差别。啊，讲到这样就全部清楚了哈。就不用再担心，哎呀，奇怪哈、哦，啊，为什么愚痴众生不讲四圣谛，要讲十二因缘？这样就知道了。所以应病与药，当然你会接着又问了，哎，可是问题是这个是五方便门呢，五停心观呢，也就是说，要修阿罗汉的人心如果没停的话，理论上说他也要教他十二因缘观呢，那这样的话他不就是已经学了呗？我们说过，我们这是藏教里头讲五停心嘛，啊，五停心的第四种停心叫愚痴众生因缘观嘛，那这样的话他不就在学了吗？可是问题是他是藏教人，藏教人很可能修成阿罗汉呢、啊，是吗？是不是？那这样的话，为什么你还教他十二因缘？那这阿罗汉本来就修四圣谛的啊，是这样。阿罗汉他有一个性格，这个性格跟毕支佛不一样。什么性格？见苦如冤家。他就好像这样讲，你也学果文，也学数学，但是将来有的人发心要去做中文学者，有人要发心将来去做数学家，两样都学，轻重有别。为什么？因为对阿罗汉格的人来讲，他是想要断苦而已，他只是一时的愚痴，对什么事情迷惑，心
去躁动不安，我用十二因缘法解掉你的十二因的因缘 的疑惑之后，你的重心，你自然重心是向于断苦的，懂吗？所以重心在断见思无明，你会重在这里，所以呢，你不会去这么多元的修十二因缘观。你只是少元少分的修浓缩的四圣谛观，你说，哎，我听懂了啊，就好了，你就安我的心了啊，安我的心之后，当作药，就好像说不净观一样。我是知道苦啊，男女欲苦啊，好，你教我一下不净观，教了，哎，扶住了，扶住之后我就不会继续修它了，我赶快去断苦了。我干嘛继续吃那个药呢？我知道那是药而已啊，啊都病得好啊，病得好我们能够戒啊，病好就不要再吃了。有的病，有的药很寒呢、啊，哦，很苦啊，你就不要再吃了。比如这样懂吗？哦，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样都不会有问题啊、哦。所以说，有对毕竟佛来讲，那是他的主修；对罗汉来因缘的人来讲，他为了要断苦为重，他是。多作为对峙而已啊，好，那么这样都清楚了啊。这就是从这个所谓的所谓的善于分别了啊，讲到这个节日的事情，提醒大家就要善于分别啊。善于分别不是说我执，是佛法细细腻腻都是善于分别。阿罗汉在修四圣谛，就是很维系的每一个。每一地都有四观，啊，四四十六，就十六行观，要很维系的这样观察，啊，所以说他本来就是天生是细啊、哦。好、嗯，那么他这里就引了一个戒观呢，因为他认为这个蒙润大师提到了说，在阿比杂阿比达论里头提到，他是用戒观来破什么呢？来破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我执，好，然后以这个什么呢？以这个二四十二因缘呢来破我执，以三四十二因缘来破断肠。那么他就在提这样子的观念呢，他提了一些文句啊、哦，作为证明。那首先他提的杂阿毗达论有提到说，讲到地水火风种种戒。啊，怎么说呢？他说，《杂阿毗达论》里头谈的六戒的戒观哦，六戒哦，他不是指那个眼戒、耳戒啊、这个鼻、舌、身戒、意戒，他不是讲这个，他讲地、水、火、风、空、事，这个在后来的密教一直常用。换句话说，戒观呢？这个戒有紫色两大类群，一类是指地水火风公司的这个，那他这里刚好是，然后他就讲，他说彼地界为水界刃，故不相离；水界为地界池，故不流散。那火界成熟，故不淤坏；风界动摇，故能增长；空界空故时轮出入；世界和合故，故有造作。他在讲什么？世界是心，地水火风空是色法。他在讲这个，但他不用什么，他不用色身，他把色开五，心合一，跟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那个眼耳色尘里头的眼啊，耳身尘也是一种色尘，他把色开五，这个开法开的不同。好，开的不同，在这里是开成什么？开成一个客观的对象，啊，客观对象，他说怎样？他说，地界为水界所润，故不相离。他说啊，人类啊，身上有地水火风空四，地水火风空就是指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地是什么？地界是什么呢？一切硬。磨出来有固执的东西，比如说骨头、肌肉，这些肌肉你说软软的这算吗？是啊，这些
都支撑为成为一个固态状态。这个因为它肌肉里头有水分，这个水分呢，水来润之。他在禅定当中，他看到，这是就禅定说的。他在禅定当中看到了那个流动的水质啊，他能够这样流动来流动去，在细胞之间呢、啊、结合啊，水是能，他就说成水能滋润。你知道人类身上有70%到75%，女生更多，好75%以上是水做的。所以你看看骨灰坛子烧一烧，小小的一粒，所以那肌肉什么的，哎，都是浸淫在水中的，懂意思吗？包括骨头也是，骨头的骨髓都是这样。所以他在禅定中看到这样，所以讲出这个话来：地界为水界所润，这样知道吧？什么叫润？就充满水，本来就充满在当中，身体整个身体就是地界哦。啊，当中的水润在当中，这样听懂吗？所以地界为水界所润，故不相离。所以那些细胞离不开，骨骼也离不开，骨骼也是细胞。在他禅定当中来看，骨骼也是细胞。好，那水界为地界池，故不流散。哎，那细胞也把水给挡住，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要你看一层皮，那皮下的那个液态组织也是被皮挡住，对不对？所以这叫做水界为地界池，把你持住，把你持住了。任持就是这样，持这个时候持就是掌握了。好，你看这一层皮把你掌握，其实还有皮下面还有一个，现在筋骨伤痛的人应该要懂的，叫做筋膜。筋膜呢，跟皮肤近乎一模一样，它在骨头跟肌肉之间有一层膜，那一层膜呢，全身包覆，没有断开过，开刀过的人才断开。那一层膜在影响着肌肉，所以呢，美式的推拿当中有一个叫筋膜推拿，有人会得筋膜炎，脚底筋膜炎就是那个筋膜。就那筋膜，那筋膜炎是一整张哦，人类啦，一切动物都是这样，都是一整张，那个也是属于地界，有弹性，所以他必须怎样？他必须这样，比如说手要放松，他就筋膜放松丝啊，要按着你，然后力道要进入到肌肉里头去。然后进入到筋膜，然后往外推，一点点，不能太用力，用感应感知的，你要感知的，啊，有的人感知能力好，他就能知道力道到哪里，啊，他就比别人做得快跟踏实，他甚至于还知道我做完了你放松多少，好厉害，可以这样，我这已经是行之好几十年，在欧美。主要是发展在美国，因为他们通过解剖之后，他们发现有这个东西，好啊，这个也是池，它整个包覆住，它把肌肉跟骨骼整个包覆住，啊，好，那么这就是所谓水界为地界池，它都属于地界的一种物质性明确的一个直爱性。好了，那火界成熟故不淤坏，什么叫火界不淤坏？什么叫不淤坏？你的细胞哈能动，啊能够吸收营养，然后最后吐出脏东西，不淤，淤就是脏，脏了就会烂，对不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不通啦，血气不通啦。啊，血气怎么通？啊，就是气血要顺啦。气血要顺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气就是风，等一下会讲到风。第二个能量，更重要是能量，你心中爱有力。心脏要有力，你才能推动。所以能量就是火，懂吗？所以火能成火界成熟，熟就是能量。那个熟就是燃烧完成了，就是熟啊。熟，所以能够怎么样？让你的那个细胞呢，得该得养分，该排泄它就排泄啊，该代谢就代谢，不淤不坏。
那风能动摇，故能增长，什么意思啊？风就是什么气血，包括你的呼吸。那么这一次那个什么那个已经发展新的状况，那个 COVID-19 那新冠肺炎哦，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是一个变形，是变形成味觉消失啦，乃至于眼睛啦，乃至于什么会有梗塞什么的这一类的。慢慢的，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它新变种会变成怎样？叫做它把它翻译，它真的英文就写成 happy 啦，啊，就是happy 什么 hydrogen 什么什么，那就是快乐缺氧。中文也对翻不太好，应该翻译成什么？翻译成无知觉缺氧。你知道缺氧会怎样？会喘啊，有了没够气啊嘛。氧就是身体的燃烧的来源，就像汽车一样，汽车有那个发爆啊，汽车能动就是因为氧气燃烧，经过压缩之后发爆，好啊，发爆之后呢，它一直发爆，一直发爆，一直压缩，一发爆，因为压缩就能爆啊，因为压缩有能量啊，压缩发爆，爆了再压缩，压缩发爆，爆了再压缩，这就是所谓的气缸运动。什么一气四气缸啊，六气缸就这样来的，它轮回，然后就转动那个轴，是这样。好了，人类也是，人类之所以会老，就是因为燃烧，所以人类才会老。所以人类最惨，人类靠氧过日子，恰恰也因为氧气燃烧而老化。这就是为什么天人不老化，天人不燃烧。天人他能量直接吸收，直接运用，100%转换。人类10%，你看吃一坨饭，屙出一坨便，然后出来的能量一点点，爱听好无啦？啊，那消化不良的吼，食十分，收两分；啊，消化较好的，食十分，收30分。啊，呢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人类的能量转换是很差，而且是用氧在转换能量，连汽车的转换能量都很差，效率都不够。现在只是越来越做越好这样而已。好，这次比赛特斯拉居然充满一次电跑655万公里，啊，不是655公里啦，不是万啦，厉害。充一次电跑台湾跑3圈呢，一圈是不是300？哎，一圈多少啊？三南北600了啊，两趟是吧？南北两趟，充一次电呢，哇哩嘞！好了，不谈，是这样，那就是氧化。风是什么呢？风就是氧化的那个能量之后，它能量能够带。能够流通的这件事情，它叫风。你能量有了，可是 不流通，气。你听懂吗？这里产生能量，这带不到这里来，那你就死了。你这一直吃一直吃，送不到脑袋瓜子里头去啊，老人痴呆；送不到脚尖去啊，脚尖怎么样？脚能发黑。所以它还要能够带动，带动的时候就把养分带到那里。这是气血，这是气。气，问题就来了，这就是讲的所谓的氧气化，还有氧气之外，能够带到各地方去燃烧。那能量理论上是燃烧后了的这个东西叫做能量，但是你气得带到那里去才能燃烧，所以风变成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氧，吸气。那现在那个叫做无知觉缺氧，什么状况？你脑子里头本来是有个脑下垂还是哪里，它要是没氧气，它会警觉，然后要你的肺呢怎么样努力喘努力喘，它会要你这样做。结果呢，哎，现在这个病居然就直接要你死呢，它就把那个。告知你脑下垂点哪里的那个知道缺氧的那个机制啊，关掉。哎呦喂呀，怕死人哦！所以你已经在缺氧了，你不知道。
你还很自在啊，因为缺氧很痛苦，你不信的来掂一下，掂一下啦，五秒就好啦，你都想要艰苦死啊，来自己捏还不用，那个等念你捏灰师，灰师捏你，这样才可以，你懂吗？一直捏的不放，他就会抓狂了，那叫痛苦，缺氧痛苦。但是你一点都不痛苦，英文西方人就把它讲成 happy， 哎，不痛苦怎么叫 happy 呢？这不是两分法，是不是啊？这应该叫无知觉，他理论上说一缺氧他就又这样，你知道多少吗？92%以下，94%以下就很危险了。结果呢，我现在要跟那个 Apple 公司反映一下，这个说什么能够搞什么，能够测量什么血氧的，你嘛好啊，常常吼，我拢在缺氧状态，你听好不？我有一次还89%，哎，我这个人怎么可能缺氧嘞？我讲话这么大声，怎么可能缺氧呢？很显然，它这个功能有点阳春，赶快去改进一下。那个8.0的，赶快去改进一下。哦，您这间公司做领导者哦，唔当安尼啦。哇，现在很难买那个东西了。为什么？大家都疯狂的买。你要知道，标准都应该在96%以上，一般平常状态都98%才对的，知道吗？你们都没反应，是啊，都你也是哦。啊，对这个啦，这个啦，对，但是那种的就不会，那种夹紧的，就是一个手指进去的那个啊、哦。以前大航法师都在用，他刚生病完，他都有用，随时都嘛，连他刚生病完都嘛98%啊，我如果用那个，大部分都98%啦，98%99%啦，100%的比较不至于啦。大概98%99%这样，但这个好扯哦，还89%嘞！我上个九啊，哇，是这样。我说啊，算了，不干了，是这样。而且动一下就不准，动一下就不准啊，实在是哦，立马帮帮忙，赶快去加强一下。好，好了，不提了。那么就这样子哦，这就是所谓的风，那就是风，氧含量那完全就是风，就是在讲风大。看懂了吧？懂了吧？哦，好，那么就他在讲这个，就在讲一个生命的一个什么，生命的一个肉身的一个维系状态。接着他讲什么？地水火风空，他在讲空。下面写说空啊，巴多来康康的所在，心脏要不要旁边要不要空？里头要不要空？不空就完了，不空血液就进不去哦。还有胃旁边要不要空？你要不空，你吃饱胀大胀哪里？膀胱旁边要不要空？要啊，不空你等下。膀胱里头有水怎么办？子宫旁边要不要空？要啊，不生小孩，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那个相片，吓死宝宝了。那个妈妈一口气生12个，几大？那个肚子大到怎么样？哦，哎，女人真伟大。那肚大成怎么样？那个伸手过去摸不到肚脐啊。惊死，所以就有秘起八中了，10个还12个，还好有照相起来，眼见为凭。啊嘞，哦，那是哪一国、啊？巴西还是哪一国？就是反正就这样。哦，他怎么一下子结这么多缘？是这样，而且有男男女女啊，都是异卵的啦，吼、哦，吓坏，这个很少有。那你看那个空间有多大？哇塞，太强大了！所以我常讲，男人忍痛只能忍到第7集就晕倒了，女人忍到第10集还能哀嚎。她生小孩是10集呢，惊死哟！10集呢，生婴那是10集。不过话说回来也不一定，像我那个俗家大姐、啊，她第一胎可怜哦，第一胎就胎位不正。啊，他一般女妈妈嘛，第一胎都会害怕嘛，这难免。他就问我，我说、啊、小 case， 我有那个念佛机，里头有观音圣号，你就给他开，你就24小时听，你心里叫他讲，说师父叫你转正。结果呢，一直到他最后一次去扫描，都还没正哦。我说别怕，观音菩萨不可思议。结果你知道他去生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正，不知道。
像大便一样，啪，进来就出来啊。他生了个大女儿，就这样，啪，进来就吸出来啊，完全没感觉，完全没感觉。观音菩萨厉害啊，是这样，这是例外，不然哦，女人生小孩很痛的，很痛。所以呢，这个男子要知道啊，这个女人韧性是地表上面最强悍的，强悍的动物，她的韧性是最强悍的，没有人能跟她比，为母者强啊。好，那么就是这样啊，那么就是空，这叫空。事是什么啊？事就讲心了，地水火风空都在讲物质的肉体，就色法，事就是讲心。就意识能够和合，讲四是讲哪四？讲六四，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四，这样就讲，这样清楚了哈。这样他在讲这个叫做六界，界分在讲六界，讲这个六界啊。又观此以下观的是观十八界，就是标准的什么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内容啊。哎，时间到了，哦好。那我们下面呢再提，下面有个十八戒的那个就是以比较一般的十八戒的概念啊、哦。向下文常复以来人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佛，智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一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休息一下。